录影开始，这里是地下世界，走吧。行动已准备好，干，你刚没有开到吗？有啊有，我刚刚是没有开真正的迷雾啊，这个就有啊，你看。必须为队长，要队长走过来才有用。我要上车了，妈的！你看，而且三个人都要进来，不然我现在开的话，那他会被退出队伍。真的假的？对，要三个人都进来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外观物品，好像没有。好像没有什么新的玩具可以拿起来玩。进来喽，进来喽！破晓。你知道那个冲锋枪105发到底是杀小吗 ？OK。对啊，我要先把衣服换回来。我刚身上居然穿孤星，好了。我刚身上居然穿着孤星，那边走来走去，干。哇。这个可以四个人啊？为什么标组四个人？人不够啊，反正就先借过啦，三个就够了，三个就够，是困难又不是挑战。好，但我觉得四个也挺难，那个怪超级痛。我刚刚打过困难，那很简单。干，这里就没办法开地图，靠欧北。这里不是没有地图吗？对啊，但这迷雾拍下去没地图，因为它好像是随机生成的区块嘛。对啊，我已经打过很多张掉了。照片。哎呦，变好多、哦。照片好多、哦，看。什么照片？他有一个多。他那经验真的是超级他妈多哎。好了没啊？上来没？大哥。低等下人，你走快一点好不好？低等下人。干。小心。哪边？你要走哪边？那边那边，赶紧到了，不是都一样、啊？100多发的稳定度真的是，看这个看不到怪的血条，可以啦，你累个吧？又瞄到他，又瞄到他才看得到。发电机开了。Hostiles incoming。哪里啊？我已经开好了、啊，防御发电机兵，保卫区安全。六个电枪，旁边的什么？医疗兵跟机枪。我看好痛哦！那是迷雾在扫描啊。黄泉，安娜，你们在打什么？地下，怎么了？你们要打英雄难度吗？还没，我现在还在搞装备，你要不要顺便来带我一下挑战之类的？我想打英雄难度的猎犬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英雄难度不是说一个礼拜之后才会开吗？没有吧？这是新的副本啊，新的副本才会開。哦，新的副本才是一个礼拜之后开。英雄猎准哦，英雄猎准走啦，好啦，等我这一波打完嘛。好啊好啊，我电工一定要相信我啊，你们。干谁？谁不相信你啊？妈的，不相信你都可以去死了，好不好？不，我们干脆两个电工好了。不要闹了。调查附近区域，然后我走过来，然后什么屁都没有，然后再走过去。嗯，我到底要往哪边走啊？干。这地下世界太容易迷路了、啊。刚我出血了。你出血了？为什么？你刚被炸到吗？哎，干！我得上去。阿小，我们现在我先去研究一下来星盾活动中心的英雄难度长怎样。下去啊！是下去吗？哎，是下来。它这边是一个隔离的区块，这边是下来。开旁边，什么屁都没有，好吧，开门。Warning, hostiles have been detected. 干扰，放技能，前面。我先处理那个，打爆那个就好了。爆。你们认得多少了？啊？
你说地下世界的吗？对啊，你们是要通 rank 吗？我才刚 DLC 弄好而已啊，才五等而已啊。对啊，我十一了。你因为我刚弹通了。可是我觉得那个蛮不错的啊，你升到30，这样等于有30个金箱子可以开。对，真的。对啊，那个开到那个套装很好哎、欸。为什么会有30个金箱？他不是升等一个吗？对对啊，升一等一个啊。是哦。对啊，打你干脆打这个比较快、啊。你有没有打开？你有没有开？我有开，可是都拿到那个从固定的那套王 Fly 的。对 ，Fly 的就不错。我 Fly 的已经收一套了，可是我觉得超烂，因为我是电工。哦，那就没有用了。因为那套火体跟提火打 PVP 很好用哎、欸，单局打很好用。对啊，可是我电工，你就已经完全悲剧在一个我是电工。真是毛线啊，我是电工啊。三套都有是不是？欸，这样如果穿 Blind 的话，就最终不用穿了，对不对？啊？如果穿 Blind 的话，最终就不用穿了。对，好像是，欸，不是吧？最终是没有，还是要要啦，最终还是要啦。他只是抗那个干扰跟闪光而已。干扰跟是吗？最终还是要穿啊，最终不穿你一样死啊！你们要不要打打看那个英雄难度来新盾，看长怎么样啊？等一下吧，我们这一波还卡着哎、欸。我打完这场要睡了。啊，你打完这场要睡了。对啊。再找一个就好了。好，那干。楼上好像很多，瑞克斯那边很多。瑞克斯那边好像有多人。没有。欸，地上有什么？燃烧子弹，好吧。Warning, hostiles have been detected. 炸了！被炸到了吗？这个地图刚好来过了。我要一路这样跑过去。105发冲锋子弹真的是雷啊！Rex 哥是不是不在啊 ？Rex 吗？对啊，他好像不在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调查附近区域，好，发电箱，打不开。打不开，打得开了吗？打不开。我这边，往里面走。哦，好吧。真的诡异的地方哎、欸。我要飞！等下我捡一下弹药，等我。不要打得那么久，不然就快结束了。我怎么知道啊？那你知道那105发冲锋枪子弹就是，哎、欸，对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105发？我一个弹夹105发啊。冲锋枪子弹。对，冲锋枪。一个弹夹105发，是什么 ？PR 19吗 ？PP 19，哦 PP 19，难怪。他用起来就像步枪啊，我觉得他用起来就像步枪一样。他用起来完全就步枪啊，干，还而且稳定度还蛮高的、欸。哎、欸，谁？射速怎么样？射速还不错哦。你装射速弹夹是700，装射速就是装射速是900了，还可接受。地下世界是不能死，啊？他地下世界是不能死，只是重来。基础伤害应该不错吧？基础伤我看一下，好像10.4吧，10.4K 还不错啊。所以我随便抓一个射速，我就伤害到18，伤害就是18啦，就18万啊。受到伤害。
Incoming hostiles detected. Focus fire! 屁股一堆怪，不是一只怪。现在是大胖类型，妈的！其他那瘦子好打，那大胖类型真的是硬到爆炸，又来。我先去兔子啊，基友，等一下过来。OK。OK。看，有点，干嘛干？救我！好，那还爆了。王来了，处理一下，直接铁网就好了吧？不是很好打吗？啊！真的是一群硬到爆炸的王八蛋。后面不是了。Okay. Fuck you. Yeah. Fuck you. Yeah. 升级。开个储藏箱。升级了。储藏箱是在哪边拿？你就在身上啊，身上你装备、在身上啊。还有绿色的哦，哎呦，武器连接手套。哎呦，给什么？给什么？我看看。干他妈的，有个烂的罐子。干754手枪伤害日杀小啦。干个是这个，我就不打手枪的人啊，干。叫火罐啊，很烂的。哎、欸、，X45谁 ？X45手枪而已、啊。我找到一个人了，182，连起来百。战六一耶。开门吧 ，Captain。战六耶。82的而已，很烂。烂爆了。Super 91182，还有 L86A2182，干。我们要先打哪个副本的英雄啊？有莱辛顿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副本的英雄，还有猎隼好像有英雄。我去猎隼看一下。猎隼不是可以打比较好的装备了？对啊，我去猎隼看一下。猎隼应该有比较好的东西可以打了。有，我们来打猎隼英雄看看啊。先打个几次，如果真的不行，就去回去打其他的。等我一下，我先上去校准一下我刚刚拿到的东西。好啊。我们来列准吧，必须是队长才可以上楼，干，好可怜哦。三六七好痛哦，我要先退组。我要先退组，我要上去校准我刚拿到的玩具。等一下你们加我队伍哦。好。那个，我去把那个小银拉过来。小银。对啊。小银在你那边哦。他一直都在我这边啊。有。怎么了？嗯。怎么了？你们有过节吗？应该没有吧？没有啊，这不是天宇吗？对对对。对啊，他把我抛弃了。哎、欸，宇哥，